这个是炮哎、欸。可以。爸爸说Follow me。Follow me。你要说 Follow me。Follow me。你要说 Follow you。Okay, follow you. After you。Please。等不及了。哇，这个是炮，炮炮炮。可以再高吗？在这边。哇！哇，在这里指挥。我去找宝宝。可以一直上去到驾驶的地方。哦。放炮！不要一直放大炮的地方。这个防空炮，防空炮。驾驶的，好，你们来看一下驾驶。这边是最高的一个舱。广播室的。广播室。这个就是炮啊，这么大的炮、啊、要扛得很重，摇中，好，去拍火箭，火箭在哪里？看你背后，这里可以停直升机，这里可以停直升机。阿爸，我想要进去。好。二三，哎，哎，有一个大炮，干扰火箭。那个绕钩了，可以拍一张，拍一张。好。哇，舰长室很舒适。像舰长睡觉的地方，舰长睡休息。哇，这个就是整艘船最舒适的地方，只有舰长才能。还有厕所。还有专属自己的厕所。这里。那我要怎么看到？好，我们出去喽，拜拜。